照，是我的证照啦。啊，这里面哦，我好不过的病医跟诊所的助理，啊，我马上过急救课程，所以一般的 CPR 还有紧急伤口包扎我都会晓。啊，若是时间你有需要二十四点钟的看护，我也可以配合啦。哦，哎呦，啊，我看你都无两两吧嘞。也无安尼啦，我讲一个较实在的问题吼。卡叔讲啊，我是月经啊跋倒啦，啊你敢袂得快来甲我擦起来？头家妈，你放心啦，我进前服务的对象哦，是一个坐轮椅啊有轻微失智的老大人，所以要安怎安全甲病人撒好叮当，我嘛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这你唔免烦恼。哎呦，安尼你就继续去服务迄个坐轮椅的就好啊，啊你石头来阮家是要创啥？头家嘛，胡林公今仔日一定爱找着人，啊你若是无爱做，我即马是要去倒位找人啦。头家嘛，这位江女士真正足专业的，是白伊特别介绍的，伊足歹请的呢。哎呦，啊，较歹请，都予伊去服务搁较需要的人啊。但你看看，我也无啥物病啊，啊真正着爱搁开钱请人来陪我看电视哦。头家嘛，既然无介意我。那你我硬要留落来，对伊的病情嘛无啥帮助啦。啊，希望你会当较早找到满意的人，啊，头家妈的身体会当较早恢复健康。我先来啊。是的啦，我送你出去。哎呦！我看到你老师啦！哎呀，救！我扶你来去帮伊出门啦！哎呦！哎呦！天哪，都麻起啊！麦丁努力啦！你努力啊，努力啊！麦丁，没了，不会了！麦丁，等，还有呢，我来看麦了。掉！等到来。帮我轻松，小夸婶婶啊。哦，真好，真好，掉，就是安尼。哎，那有较好吧？哎呦！真正有较好呢，嗯，这若是无介意啦，你嘛是爱家己讲好清楚，唔通去搞耽误着。妈，我，你是唔是还搁在挂念迄个查某啊？啊，既然你拢约会着，你卖得逼我，接受两份感情啊。假使伊愿意给我机会，我想要重新跟伊做伙。妈，我已经跟他约好，在殡仪对面跟殡仪见面。我会带伊上海白色玫瑰花给伊。假使伊愿意原谅我，我想要伊求婚。周信强，我对你付出这么多。你竟然把我的爱情当作是温情，还想要跟另外一个查某求婚？我要看卖是谁敢抢走我孙的房介意的查某人。我应该死心吗？对不？我孙女洪家也查某人，无人会当抢走。天公不了徛在我这边呢，啊？送你，我不爱。是，你今天来家？真正来找新强啊！开车。
车弄掉啦！那有人跑出来了，顶着救护车啊！你安尼写创呀？你无想要关心你家己，我来关心做人个啊！唔免啦，你别麻烦啊！你首先叫我代志，就是我孙丽红上要紧的代志。敢讲你到今嘛，还是无了解我的心意？刘信强，我喜欢你，我不敢看到你的阿豪痛苦的模样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事，我会永远在你的身躯边，永远不让你伤心。这几年为了要让信强心肝来干那有我，我付出一切。啊，不过信强心肝来煞阁有别个查某人，万一让信强知影是我用尽心机才能变做周太太，信强一定会真怨恨我。过几日，这阮后生阁新妇啦。你好，我是信华集团的董事长周信强，多谢你来照顾阮妈妈。董事长你好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我太太。你好，你现在随跟我出去，我家不欢迎你。雷鸿，你这边是在创啥？等我朋友跟人讲某事啊！啊，你这么哪会讲歹啦？爱把外债钱我来负责，不的，我无可能用这人。哦，这是安尼反起反倒呢？是先做跟我进前一个偷听我物件的人做成名，我无想在咱家看到这种讨厌的面。哦，真正是。到底这是什么借口啊？人这个江小姐照顾我规工无薪，无收到半仙钱呢。啊，你怎啊要用这个理由甘管？哦，心寒心寒啊啦！妈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好。搁较侪钱，嘛买袂着我的信用。再下表，我会照聘照行。董事长，头家妈，明仔载我会准时来上班，啊，我先走啊。我拄才伫内底已经甲话讲甲足清楚，你是听无人话是？明仔载我一定会准时来上班。阿尊讲，我搁甲当年同款哦，敢卖点点互你欺负？你也是甲当年同款袂见笑。我都已经开车叫你走啊，你搁硬要留在阮家？算你好，你哪伫遮？你是凭个啥物个双做伙？你是咧开笑哦？我拄只看你有够有笑，虽然是我的，你是贼啦。上讲你心好介意，就是你的啊。你敢有问过学长？敢有介意你？这袂见笑的查某，你是阮家司机的查某囝，竟然对我骂你啊！我是司机的查某囝，讲哪？在学校咱是同学，我的成绩比你更加好，就连乐理体操比赛我嘛赢你啊！你无讲我阁无生气，你是不是搞是乌西？刚摕着乐理体操的资格，你莫乌白讲啦！我哪有资格去甲老师乌西啊？等到是你啦，正经拼性命送老师礼物，我拢有看到。
好家在，老师那是公平，你也是说我，你搞错啊！我今天叫你好改改是，我改变，你真的是不知干啥。我来告诉你，昨天我来告，昨天你教我杀不了腿，还我卡登去，我失去比赛比赛的资格。我爸妈去找你理论的时阵，你竟然讲讲白杂无路，伊要对你无礼。你先教我早点配合考上楼梯，现在这么卡等于无当参加比赛。你家己上楼梯，跟我什么关系？我爸已经给恁赔偿金加医药费，你卖想想我提遐济哦。我唔是要爱钱，我是要爱你今日配合回家死嘞。我不爱，我就不爱跟查回死嘞。我早间唔是查啦，伊无提你任何的物件。我讲是就是，无论是要安怎，你肯定对我今日配合回死嘞，惊啦！你什么臭仔？会使给我报警吗？拜托姐。警察来，警察。我爸妈都吃好汤，害我打破脸膜，不知道我回去。真的哦，我的人生变甘这条凄惨，老是你第一的。唔对。应该讲，你的爸妈是互你拖累的，那不是你这个扫帚星。伊两位应该即马已经对阮家退休，摕一笔真好的退休金伫找养老。那会早早出车祸死伫路边啊？恐爸妈还是你家个家个一种的。老师，我唔对，拢怪我。讲屁哟！这拢是你家己唔知感恩，才有这种报应的啊！讲屁哟！你是家己做担，今日对我那么搞搞，一定对我起家动手。我跟你讲，安尼也无够。今日天公伯竟然让我拄到你，我就要拍一个教训，偷报偷的工作。你敢？啊！你给我放手啊！我若无做你告你，好啊，好歹拢是去告啊！拄好我会当把所有代志拢讲讲出来，我跟你拼！啊！啊！放手！你啊！啊！啊！你放手！你竟然敢对待我，我连你后悔。来啊，我就看是谁后悔啊！你哪个啰嗦？我就等你规家伙啊面头前，把你过去恶行全部都压压出来。你嘛袂记哦，趁正开唔惊钱的，我已经什么拢无啊，我嘛什么拢无得惊。孙丽华，这嘛唔是我要来救你。是你爱来救我，放你煞。